大家好，我是草莓班的吕幼慈，我今天讲的是爱生有的青蛙。旁边有一个青蛙在夸奖自己，我最大，我讲的最大时我跳的最远。这一天青蛙又在夸奖自己，水牛突然来了，其他的青蛙说比水牛明明大多了。他赶紧吸一口气，我可以比水牛还要大，蝌蚪说水牛明明大多了。他拼命地吸一口气，把自己的肚子胀鼓得越胀越大。谢谢大家，我的故事说完了。